各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观世音菩萨。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很多人都印象非常的鲜明。但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由印度一个王子修行而成的。可是观世音菩萨呢，我们只在经典里面看过，是不是到底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师父您好。这样就好。是，师父，我们在佛经里面啊，譬如说像《普门品》啊，里面都看到描述观世音菩萨，真的是这个千手千眼啊，真是无所不能。可是好像他在这个历史上，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存在过。所以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真有其人吗？还是只是在佛经里面？那个千手千眼是是大悲心陀罗尼经，不是普门品啊。普门品里头就是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有33种化身。其实观音菩萨不一定是仅仅是33种化身的，它有许多许多的化身，也可以说千百亿化身。也有的经典里边呢说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佛，是过去的佛，他过去的佛就叫观音佛，也就是说呢，他过去的佛的名称叫做正法明。正法明。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哦。但是呢，在这个华严经里边呢，这个善财童子，53参，那他是在印度。在印度的这个这个地区啊，这个国家呢，这个善财童子一站一站，一个菩萨一个菩萨的去参访去拜访，那其中就一位呢就是观世音菩萨。那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海边上，南海海里边有个岛叫做普陀罗伽山。这个是呢，经典里边怎么介绍？可是，如果说要考证，是不是说观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是哪一代、哪一个朝代出现的？什么时候生的？没有办法考证。那观音菩萨，他是从经典里边呢，由释迦牟尼佛介绍的。释迦牟尼佛介绍他这个不同的经典里边介绍观世音菩萨呢有不同的介绍法。有的呢说他是这个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除了阿弥陀佛以外两边有两尊菩萨，一尊是观世音菩萨，一尊呢是大势至菩萨。这两尊菩萨叫做一生补处菩萨，一生就是这一生，这一生之后他就马上就会成佛。补处是什么意思呢？是补阿弥陀佛的位置的啊。补处，阿弥陀佛他会在某一个时间呢会涅槃，也可以说他就退休了。这观音菩萨实际上是不会退休，但是呢从那一部经典里边呢说他会退休。退休了以后，那观世音菩萨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接替阿弥陀佛的位置，也成为观世音佛。所以这个不是在我们人间的。可是我们人间呢有一部书叫《观音得道》，这个是小说。最早啊，是弹词，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说。这个呢，就是为了推广、宣扬观音菩萨的灵感，观音菩萨的伟大，那就编了一个故事，说观音菩萨呢是一位孤王的女儿。就是妙庄王的女儿，
说第几个公子啊？听说是第三个公子。公主。啊，公主。公子还是公主？公主。哎，那大公子喜欢文的，二公子喜欢二公主呢喜欢武的，三公主呢喜欢出家修道了。那这个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是有，那是不是历史呢？不是历史，这是小说家编出来的，有点像这个《西游记》一样的嘛。《西游记》讲的唐僧，唐僧有这个人，但是呢，《西游记》的唐僧是人写的，而这一部就是《观音得道》的这一部小说啊，时间也不是很早的。那因此呢，观音菩萨不是我们人间的，不是这个地球世界的人，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许多不同的经典里面介绍。是。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呢，因为这个我在上一次上几次已经介绍过啊，由于观音菩萨的灵感很多，感应事迹很多，因此呢相信他的人也很多。对。那也比如说有什么十一面观音啊，这观音菩萨有现十一面像，那就是十一面观音，还有那个四臂观音呢，就四个背，那有千手千眼，这千臂观音，那就一千个手臂。那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事迹，因为这个显现的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灵验呢，事迹相当多，所以呢有不同的传说。那通过艺术家的这个技术，就塑造、雕刻、绘画成许多许多啊不同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因此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观音菩萨就很多了，甚至于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那个像啊，这个就跟我们中国的送子观音啊几乎是相通。圣母玛利亚像在我们中国人来讲，佛教徒也一拜的，就把它当成送子观音来拜，所以这个都是一种信仰而产生的种种啊这个流行的一种风俗习惯。是，谢谢师父开示。那么由于观世音菩萨是这么样的慈悲，有这么多的感应的故事，所以呢也有不少人对观世音菩萨产生了依赖感。那么这样到底对不对呢？欢迎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师父的开示。